最適合就梗係釣魚啦、只要落啱魚脷，一定係大有所獲嘅咧。不過其實講到釣魚，都係自得其樂，打發下時間嘅啫。釣起上嚟，自己食又得，拎去賣又得，真係一啲都唔會浪費，經濟又實惠噶。好，睇下釣到乜嘢魚至得。石斑华贵又雍容，虽非海上青亚王，亦都可居其也夫。第二雕呢条小华飞，目中无人沙尘白凤，比我鉴身足想钓鱼，哎呀，未知如世界，道道都系温饭，唯多、
钓睇下先。哎呀，原来系条美人鱼。呢位美人真系好高兴结识到你。身体美你画眉，我愿同埋呀你，同埋你去学池中鸳鸯戏呀。你咁乖儿戏，啱啱相识你几周梦世间，感觉似迷离。都
啊，你食落雨，时光任染我，世事常变，阴晴风雨变万千，我哋此刻暂时要说再见，我哋暂时说再见咯。呢个香港嘅香港故事，就想未。